保留了下来。我们汕头人做木斗丸，对食材有严格的要求，必须是肉质紧致的成年木斗鱼，重量要在3公斤以上，而且是当天上岸的新鲜木斗鱼，只取中间段的厚实木鱼肉，制作过程一气呵成，片刻都耽误不得，这样才能制作出品质纯正的木斗丸。